拿到小吃太开心，还忘记要找零。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来到基隆辅选立委候选人郑文婷，不忘抽空逛庙口夜市，品尝在地小吃。赖户之前也有来我们店，他坐哪一个位置？店长，他就坐你这个位置。我这个位置。基隆美食顶边错，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担任驻美代表三年，萧美琴最怀念的就是台湾传统小吃，还买了营养三明治、泡泡冰。一路上民众也热情打招呼，看得出萧美琴高人气。出席郑文婷市场后援会，萧美琴更强调国会过半的重要性，连猪肠子都拿出来丢，既借我们人还多一点，跟表姐的熬夜表决跟蔡适应一起共度了多少个夜晚在立法院啊。萧美琴幽默比喻，现场哄堂大笑，而她更用市场摊商用词高呼买一送一，包括我们的部分区，我们今天是买一送一啦，对不？咱这头家拢知影这道理，投赖清德送萧美琴，好不？萧美琴嘛来家人，啊，下礼拜换咱的赖清德总统要来家人，是不是中央非常重视咱家人？家人人挺家人人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赖清德的故乡袂使输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萧美琴。民进党在基隆面临立委交棒问题，郑文婷选情紧绷，因赖萧大咖连番拉台，最后阶段冲刺力拼国会过半。三十五里，周道友博基隆采访报道。